耳机。这名女子头卡在栏杆上，脖子伤口血流不止，会酿成这场意外，竟然是因为女孩挂在脖子上的耳机线。还有我卡着后栏直径，卡着后栏直径，这个是后栏直径，脖子能有近5公分的口子，啊，不时的流血。当时呢，血里边的脖子上还挂着耳机线呢，肯定是耳机线的，耳机线把那个脖子拉了口，拉口了。耳机线紧紧缠住脖子，让女孩的头处于悬空状态，伤口越来越深，挣扎的动作立刻被远景制止。我跟小女娃当时很痛苦，她不都很挣扎，我跟小女娃说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，我把她头死命稳住了。幸亏没有伤到动脉，小女孩没有生命危险。之前也曾发生过冬天常用的围巾在行车过程中卷入机车后轮，造成颈部骨折。而骑车时这类的物品真的要特别小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